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小高跟大家分享就是 One Ok Rock Dreamer， 这个也都是演唱会版的哈。后来我有听过他的粉丝在分享给我听，就是其实他们的 MV 比较少人看，反而他的演唱会的才是真正的人家最想看的哈。那 我也相信大家有感受到他们演唱会的气氛哈。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 Dreamer， 听我们再来讲 ，OK？ 哦。Dreamer， 康森，康康康 ，Dreamer。他们那个眼神真的很傻。哦，这也是很多很多的画面原装是剪接一起的。好嗨的歌曲啊。哇，这鼓很好听啊。哇，场面真的是很疯狂的。
这个就是他的招牌动作了。还没结束哦，哇，他吉他手真的很帅。真的很累，看着真的很累，超累的。好了，各位，刚刚那个就是 One OK Rock 带来的 Dreamer， 这首歌真的很疯狂，我觉得真的非常疯狂。他每一个演唱会的我分享过，都觉得场面都非常非常的疯狂，不管是他的粉丝也好啊，他们的所有的动作都是在亚洲乐团里面，我觉得是比较另类的哦，是真的不太一样，跟我们所认识的亚洲乐团。可能就是在台上可能比较温和，他就是比较 Lea， 就比较那种释放式的那种，就是很放得开那种，在台上就是舞台有多大我就奔跑都有多远那种感觉，完全是跟着旋律在动了，完全做任何动作都不会考虑太多，就直接在台上表现出来给我们看到的，就是这样。我觉得他的音乐很舒服，就像我上次讲过的，虽然很摇滚很 rock，但是他的摇滚是舒服的，所以你不会觉得在你耳边起来很吵，听多遍你也不会觉得很容易听腻的歌曲。也有可能他的歌曲对我来讲，我感受到是很有冲劲那种的，虽然小哥听不懂日文，但是总感觉他的歌曲是很正面的，就真的很正面。那关于其他的，这可能就是要大家来跟小哥一起分享了，因为说实在的真的并不是非常了解这个乐团，但是他的歌曲是我觉得啦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种摇滚歌曲。那最后一个我还要补充一点，就是可能你在其他亚洲乐团看到台上的表演者动作过于浮夸的话，你会觉得这个适合吗？好像不太适合发生在亚洲人身上。但是你看到这个乐团 One OK Rock 在他台上这个些动作都是很理所当然，很适合他们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这个原因我真的是找不出来。但是就是他在台上怎么浮夸表演怎么的，之前我们都认为很不适合的，发生在他们身上我们觉得这个是很理所当然的，这个就是音乐就是要这样表达，要这样子的疯狂，知道这种感觉就是很莫名其妙的。好，那我影片就分享到这边，拜拜。